我们都知道游戏中有五大吞噬植物，它们分别是大嘴花、金蝉菇、龙猴草、石花豌豆、橄榄坑。那么你觉得谁是最强吞噬植物呢？一、大嘴花，从一代就传承过来的植物，一只四阶的大嘴花那真的是有够弱的，只能啃咬和自己同阶或以下的僵尸，唯有五阶的自变才能让它真正翻身了。五阶的青门大嘴能够吞噬十阶的僵尸，嚯，这一嘴下去，毛毛多的僵尸都遭殃了。而且这个大嘴还能把血量特厚的复兴石像一口给闷进去了。二、金蝉菇，金蝉菇这植物其实总体受限于自身咀嚼消化时间，毕竟一阶就能吞下十阶的僵尸，好用肯定是好用，种植冷却才5秒，但是缺点刚才提到了。另外呢，金蝉菇也是单体的，所以害怕攻击的僵尸变多，成为活靶子。不过回忆之旅 BOSS 战使用金蝉菇真的特别好用，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尝试过，真的能够力保前派不失。三、龙后草，从出场的吞噬植物来看，龙后草是最弱的，它并没有无视阶级吞噬的能力，这一点从恐龙危机的困难关卡很容易就体现出来。如果你的植物没有四阶，很多时候就只能啃咬，并不能吞噬。而龙骨草也算是一株比较本地化的植物，只在恐龙危机特别好用。没错，两大特点决定的，一是能够吞噬龙蛋，把龙蛋吞咽后吐出，这之后并不影响其冷却 CD； 二是恐龙受潮，这只是在恐龙危机中才会出现的事件，所以说龙骨草特别的本地化。四、食人花豌豆和金蝉菇很像的，也是能一阶无视十阶，但是可吞噬的僵尸种类更多，吞噬消化的时间更短，对于不可吞噬的僵尸还有控制的效果。特别需要点名的是，对于功夫同人还有独到的秒杀效果，所以功夫无尽中常常有它发挥的余地。五、橄榄坑，初看之下平平无奇的植物，同样能够一阶吞噬十阶，就是吞噬封闭的消化时间是比较长的。虽然说没有封闭的橄榄坑可以无限制的吞噬僵尸鸡和冰鼬，不过因为攻击间隔的原因，总还是会漏鸡的。但这家伙在无尽中还是好用，僵尸鸡、冰鼬略过不提，一个大招吞噬一堆功夫同人，够惊艳了吧？魔盾无尽的时空裂缝本来是很折磨人的，就被橄榄坑轻松化解，魔法师章鱼也都不会针对它。通过简单对比，相信各位同学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了。那么你觉得这五大吞噬植物谁才是最强的呢？